你跟CNN的主播都叫我耶。CNN主播叫你彩华吗？我的英文名字是 Reuters。 谁会是 CP 值最高的艺人呢？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又会和你们猜的一样呢？一起来猜看看吧。那在这个十二个排行榜当中呢，排在十一跟十二这两个人，他们等一下接受到对待，就是要坐到我们的地板上面了。哎呦，这里啊！哎呦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所以，因为我们还是很 尊重各位的价值，所以不要把你们赶出场去。可是又不能跟大家坐在同样的高度，所以就要坐的低一点啊。我今天出场哎，会不会真的呢？得要有人圈才行啊。杨秀慧，你不会在十一跟十二的啦。可是年轻人想法怪怪的。放心啦，不会啦，OK啦。我不会，我觉得这样我就很满意。很好，中间因为我的人从来不想当第一名，也不想当最后，在中间前面有人保护，后面有人撑腰，你看多稳固。OK，嗯，台风来比较。觉得自己会在十一跟十二的举手，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十一、十二，小珍，你觉得我走吗？小珍觉得自己会在十一、十二？有可能啊，因为刚刚排蛮多头了，蛮后面。不会啦，你有基本，你有基本啦，你有逆向思考。刻板呢？ 各班觉得自己在哪里？我不是六，我就是七吧。看看六好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六名是，请看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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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第六名你也高兴成这样。而且就是他们三个人互选，关我们什么事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既然选择十二个人互相投的结果啊，那当然就是前辈可能看晚辈们的那个觉得表现上不够的话，就会给的名次稍微差一点，所以晚辈是比较危险了。好，对啊，那啊，你们刚我们接下来看第七，好不好？好，看一下第七名，请看。哎，跟我的排名蛮接近的，马哥好准哦。不要录了，我比潘玮柏低呀。我自己念一下，除了跳舞，其他才艺要加强。哎，我以为是跟他模仿动力火车，难道我不像吗？你第一句唱了在四五遍才抓到，哎，烂东西，动力火车像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只要不要到最后三名，应该都还算在前面吧。好，那我们看看第八好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八名，请看。我要哭了，你暂时不用坐到地板上面去。怎么可能？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蛮便宜的？黄乔欣，你会在后面四个还是前面四个？我不知道，但我记得曾经有一年的康熙，就是年底的节目，我来，我是以 CP 值最高的女艺人来的耶。哎，对啊，我曾经是 CP 值最高的。哎，我当时有谁啊？没有，我记得。我记得上次我们选一个说大家最不想要的艺人，大家都不想要你啊。最后夹那个老鼠夹跟你出去玩。但是真的在某一年 ，maybe 是2009年或2010年的时候。这么久是不要提了。真的拿过昨天的，这我们节目忘了。你们小优讲的对，就是。好像很多人选择被老鼠夹夹一下都不要跟他去旅行。那个是康永哥问的问题，说跟瑶瑶出去玩，或是被夹老鼠夹，就大家都想被老鼠夹。老鼠夹夹。好，所以好痛。黄乔欣，你的地位应该往前四嘛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就是节目要我穿。来看第四名吧。好，我们看到第四名，请看啊。除了小众以外，其他真的很优秀。没有啦，哎，我给你高呢，好不好？大家都给他高，给你糟糕了。黄彩华啊，你
是打算得冠军吧？我没有，我不一定，我都还好，我都还好。没得到第一名，对他来讲就是个失败。真的，我没有没有没有。其实他等下可能会炸高点。其实我只是会冰的。没有没有，平常心，因为本来这个节目就是。来，我们看第一名吧。第一名是不是蔡华姐？其实我觉得也还 OK。其实如果我们以辈分，所以必须得第二名吧。我第三名也 OK， No No 在我前面我也都觉得。所以你三名，前三名我们三个金三角嘛，对对啊，前三名应该就是对，应该前三名就是我们的资历最深。讲好，第二名不是你不会翻脸的。我好，嗯，是这样吗？来看第二名，请看。你这把接艺术席，我排在第九名了。我也看，我也看，第九名在哪？在第三，在哪？帮我打电话给律师。傻吗？啊，如果第三是你后面那个女生呢？我后面的，应该不是，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啊！我都穿很露哦，应该有可能吗？那我觉得你不要忽略，今天十二个人当中有六个是男生，然后男生一直觉得露这件事情就是铁效果。我们有可能啊，是不是？毕竟他真的很生气。对，我这里不是太高兴哦。妈，如果是这样子，以这种的话，我是 OK 了。那就不公平啊！如果你身材的话，当然是他比较好，他年纪当然比较好。如果以这个就是。成功就可以了。我说你要怎样？要怎样？把你吃掉。吃的都可以，每次来调查不是吃盘子就吃板子，再放一些饼干。但是我肯定绝对，我觉得应该是你啊，第一名是你啊，应该是你啊，这回告诉你，我觉得，因为哈，你在包庇啊，因为我这些前面这几位朋友有可能是重色轻友，对，因为我给你很高，再高的哦，我料的，对啊，我还说你婚丧喜庆除了丧之外。活动我都能遇到你哦，我你定的是医生哦，啊各位，怪不得我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各位老板，各位老板，冷静一下，外公你要有信心的，我们先进去你就信耶稣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先解救，我们先解救一个一直觉得自己会坐到地板上的人哈。那我们看一下第十，第十暂时不用坐到地板上去，第十你是安全的嘛？好，来看第十吧，请看。里面出来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他不敢做，对，而且他又肯努力，所以Ethan这一关逃过了，要坐到地板上面去的命运。哎呦，好恐怖，好险，好险！然后我绝对不相信，我绝对不认为彩华会掉到最后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所以彩华就接受第九就好了。如果彩华掉到后面那个板子，我吞下去。生气了，对，你要这么亏嘛？秀慧姐，你要先喝一点水哦，让喉咙湿润一下。先用淀粉做的板子。唐秀慧，你说如果彩华掉在后面，你就要把这个板子吃下去。我跟你讲，我投他第一名。秀慧姐，秀慧姐，不要你自己的承受，我们两个一起吃啊，一起吞，一人一半，好不好？小孩子，小孩子，一人一半。我们到后面去改一下板子。好紧张啊！也不多哎，才四个嘞。如果彩华在第九，算不算要吃板子？要吧，要。他掉在第三名以外就吃板子，不是第九就吃就对了，不是第三就吃。还有谁要帮忙吃的？我没有帮忙吃，不可能。帮忙吃，好啊，各位同学，只有四个人要，我们可以吃，我们都可以在那边倒奶。我不敢走，为了收视率。
什么意思啊？每个人选不同样的东西吃啦。黄嘉欣，你是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在参与这件事？没有，没有，华姐不可能到第九，不可能，我们给他们都不低，真的。我现在总算呢体会到人情冷暖。第九太夸张了。真的有一点夸张。好，看一下哈，准备好了吗？怎么样啊？好紧张，要加芥末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我是女财神，那一定是算错了。十二个排行榜第九名，我要香菇素好友。第九名，请看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安全了，安全了，安全了，怎么了？陈浪，陈浪。你去，小王姐，他会十一啊，完了，会不会十一啊？小王姐第十一名，我就把摄影机吃掉。滑铁卢，不行，那很贵。三家幸运，你要吃摄影机吗？他叫第十一名，我就把摄影机吃掉。你要太夸张了嘛？你把张克凡吃掉。在座十二位明星互相评分的结果哈。排名前三的第三名还没有揭晓，来揭晓第三名。好，请看第三名。OK 吗 ？OK 啦，当然 OK 啊，应该的啦。对，都 OK。好，还没有揭晓，举手。现在是剩八，还没有出现的名字。那个直接做了吗？嗯，直接做了。应该不在乎谁最后吧？对，其实都一样。反正要坐下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两个一起揭晓吧。好，来，请看。哦。啊，所以你们两个要目送，就是你们这种人把他送到地下去了哈。对，伟如来下来坐地板吧。我下去会曝光。没有哎，曝光曝光 CP 值就高了。真的会曝光。红，你跟大家那个共鸣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强，没有那么强。小钟想淘汰王彩华，当场火药味十足。你看是陈友，怎么可能？这张票写的是王彩华。说我勾的不是你，小花姐，我勾的是你。已经杀掉两个了，现在他们坐在地板上了哈。班杰跟伟如，你们已经把两个弱者解决掉了，所以剩下的就是比较难解决一点哈。因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，男生这一组我还可以预料出来，可是女生这一组如果要自己淘汰一个人。会淘汰谁啊？淘汰现在很好看吧？应该是李姐啊，之前的比较危险吧？对啊，前面三个不会互相淘汰，对不对？应该不会，不会啦。之前的，然后外形加的比较有可能留下，那就很明显。所以要考虑，我比瑶瑶便宜。请你们淘汰的时候要考虑进去，对方可能是。可以使得节目比较容易负担的嘛啊，所以酬劳也要考虑进去，酬劳的高度。有没有写呀？酬劳也没有写啊。好像那种饥饿游戏。那个，在这一关，这两个，在这一关呢，我们还是各位明星自己互相淘汰，然后在节目的后半段呢，就会有20位负责不同节目的。通告邀请的制作单位的人进来，他们的意见会更残忍一点。那先淘汰我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只要淘汰女生还是男生的？目前的这一题呢，我们要请女生组淘汰一个女生，男生组淘汰一个男生。好明显啊！在他的名字下面打勾的，打勾吗？哎，我们自己这样，要不要收一收？反正我们知道要。一定是我的。我们这样自己残杀完之后，后面还有，还有哎，男生这组比较好算。对啊，就只有一个比较值钱。后面是我，就打勾了嘛。男生这边的票没什么悬疑，我们直接看票就好了。好像蛮明显。哎呦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对啊。哦，所以只有他自己啊。哎，我们是同。好，所以。会，就是你好歹也勾自己啊，对啊，会吗？
可是这样跟自己良心过不去，我还是太叛逆了。不是要被淘汰，应该做个好人。对啊，你干嘛还是最前面？没有，刚是说不记名投票啊。挑一个软的，直接点一记。发生过啊，我倒是没发生过，现在还过分老师。好了，一整票关到下面来做吧。如果漂亮，我就直接唱票哦。好哦，哎，你比较便宜，你比较便宜。黄乔欣一票，哇，没有，再去他。黄乔欣两票，买了，再一票就过关了，就当选了。当选了。小优一票，哎呦，主评哦，就是这样啊。哎，小优两票。是谁把票折得这么紧？那就是他了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折的是折我，折成这样子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这一票是黄乔欣，黄乔欣下来坐。真的假的？哎呀，我一定，我以为我一定下去。等一下，修慧姐，你知不知道他叫黄乔欣？你以为他是小优是不是？黄乔欣是谁？他说秀慧姐是我啦，以前他就是瑶瑶，怎么改黄乔欣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只是这样折成这样，是不是你？是我啊！你是一个小优，糟了，我不知道你看你还叫黄乔欣呐，小优。所以你有准备好是你哦？我完，我也以为是你，就现在黄乔欣先上来了。所以你自己勾谁？我当然我是勾乔欣啦。你不是说因為我知道他比我贵很多？黄乔欣我没有贵你很多，你少在那边。没有啦，就是他。你刚刚不是说好几年前你是 CP 值最高的吗？真的真的真的。所以你现在怎么会坐在地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现在变贵了。没有，但我现在也还不积压，否则大家也不会还是偶尔就是也还蛮常让我上节目的啊。对啊，他通告，通告其实啊，我没经纪人啊，你们也都打给我了，那为什么我还坐在这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对啊。可是你外景越来越那个。没有，外景还是很多。两个坐地上的人不要聊天好不好？坐地上会聊天。下一关呢是男生选女生，女生选男生。男生选女生，女生选男生。所以那个男生我们先来吧，只能够选一位哦。来，请勾选你们选票吧。Oh my god！ 这很明显啊，真的好难哦。男生这边选票已经好了，第一个投给的对象是小优一票。嗯。第二个票落的是小优两票。该四票吧？好，小优有三票哈。对啊，那就是我。小优，你到地板上面来哈。好。可是有一票不是你哦，啊，有一票是投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手上有一张票不是投小优，这张票写的是王彩华。导播的运镜，你坐一下，你坐一下。刚有个小孩子在说谁呀？谁投给彩华？然后导播一拍过来，我就看他看我，我又看你，然后说所有人都在看你。而且小东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都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有你的脸最红哎。这是什么？而且就是心虚嘛。不是，耳朵你怎么可以证明那一张是我投的？你抿着良心，你脸红啊？看笔记，只是打勾而已，为什么是看笔记？哦，那可以断定哦，叫那个李昌钰来。对啊，小钟，小钟，你看着彩华的眼睛，对，看我。然后我问你哦，你还看着他？看。好笑，小钟，你嬉皮笑脸。小钟，你对着王彩华说：“我勾的不是你，彩华姐，我勾的是你。”什么理由？你给我讲清楚。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过关的，那我觉得节目需要一些效果。不用，有时候不一定要做效果。大家观众嘴都很认为是不是啊？为什么三太子来了？你讲，假疼啊，假疼啊！乖乖乖，哎，老板，老板，退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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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
什么男生这边已经有一个人坐在地板上了？不是潘老师，你不要不要，以后你再哎怎么了？对，因为那个因为我怕高了。我觉得一定是你，对不对？你很适合坐地上哎。我说你很适合坐地上，你整个姿态是很自然。你看这个姿势，我觉得上面就没有办法做任何运动。哎，起码小珍不会投你啊。对，小珍肯定不会。对啊，好，女生。小浩有四张选票，四位女生选的哈，就包括小优在内。对。好，他们四个人从对面的男生当中，包括潘若迪在内，这四个人当中选了一个他们觉得 CP 值没有那么高的，得不到今天的加薪的机会的。第一票投给的是潘若迪。潘若迪已经自己很自暴自弃的坐在地面上哈。然后第二票投给。看吧，我就说。潘若迪两票。你丢搞我。有二对二的情况出现哦，哎呦，另外一位得到两票的是张克凡先生。哦，克凡，你猜得出来是谁投你吗？一个吧。哇塞！刚才我说不是投他的，你这样子。我觉得王彩华姐应该是投潘老师，然后小优是投潘老师，因为秀慧姐跟小珍姐应该是投我。秀慧，你是投张克凡哦？嗯，我投张克凡。是你不知道他叫？对，我上节目也没有给他好脸色过。真的假的？你是在计较这个吗？不是不是，我觉得他唱歌比较好。哦，上节目不好，因为他唱我真的有写啊，他唱的比说的好听啊。OK， 对，我觉得他应该不要埋没，因为他也会弹钢琴。可是他会输潘若迪吗？那潘若迪老师会的，他不见得会。但是唱歌人人会嘛，只是好听跟好笑而已。彩华姐，你已经先后就在这边出现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看着他叫彩华姐。小中气兄弟而不顾，竟选择淘汰张克凡。潘若迪跟张克凡之外，我们现场在座位上有五个人，所以呢，麻烦你们帮我淘汰一下吧。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！你刚刚应该赶快选，现在大家都知道最后一张是谁。所以两个在你的心目中，张克凡还是潘若迪？他会投柯凡哥。你知道我投谁吗？小光杀掉了张克凡。麻烦你跟张克凡站在一起，站一下好不好？两个人并排站一下哈。潘若迪跟张克凡之外，我们现场在座位上有五个人，三个女生，两个男生，不会再发生同票数的事情了。不会了，不会。所以呢，麻烦你们帮我淘汰一个吧。什么意思？不会，你们在淘汰？我们现在还有投票。从克凡，你们两个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从克凡跟潘若迪当中选一个，男女互投都可以。张克凡、潘若迪，你干嘛补妆啊？流汗啊！我不是只有补妆，我还想补口。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！我最痛苦，因为我常常跟张克凡一起吃饭，那我常常跟潘若迪一起运动。这个才能够看出真的交情啊，真的很痛苦。没有啦，就还是要秉公处理，照 CP 值啊。在座的五个人会决定谁坐到地板上的最后一个名额哦。好，女生这边的三票已经过来了，肚子好痛。男生这边的两票，你刚刚应该赶快选，现在大家都知道最后一张是你。一共有五票，应该要揭晓了哈。紧张，哎呦喂啊！女生这边来的票呢，一票投给了潘若迪，一票投给了张克凡，还有一张投给了 NO NO。是谁投给 NO NO 的？一定是秀慧姐，不是我投，不是规则，等一下，是他们两个，你要选一个吗？只有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选一个啦，只有那只有啦。我怎么觉得是龙哥？我以为是他们两个选一个。你看他多想投，多想弄掉你。
你选一个。小优，对不起你。你要不要泼个冷水啊？啊，不是啊，刚刚我不是选了吗？你就用那一张吧，你就用那一张吧，你就勾一个，你勾一个，潘若迪，潘若迪淘汰的啦。选一了，你这么冷吗？这个游戏很奇怪。啊，年纪大了总是会这样。难怪每次选爸爸都要再公布一次。对啦。所以你觉得秀慧不会再选你了，对不对？当然不会、啊，秀慧当然不会。我觉得秀慧，我很爱她。他刚刚就不是公开之前要确定一下，你到底知道哪一个是潘若迪吗？我知道，华晨辉我都认。你不要把潘若迪。我觉得秀慧还是有秀慧还是有理性的。他刚才就投给了张克凡，他现在还是投给了张克凡。哈，哎呦，所以他是前后一致的哈。哦，糟了。所以女生这边呢，有两票是给克凡喽。嗯。那接下来看男生喽。好。男生这两位当中有一票投给了潘若迪。哇！那个，我刚才看到那个画图的影子。对了，我投你的潘老师。小钟，这一趴就算你的了，接下来就你的。所以小钟决定了耶。是谁？好关键。是小钟决定了他们两个是谁坐在地板上。我们的感情就从今天可以看得出来。是运动。小钟，克凡跟你这么好，你竟然投他？应该会投克凡。所以两个在你的心目中。张克凡还是潘若迪，他会投克凡哥。你知道我投谁吗？你刚才那句话，声音很小声的。好，各位同学，跟他一样好，跟他一样好，他却要从当中杀掉一个人。哇塞！小钟杀掉了谁呢？一二三，小钟杀掉了张克凡。You are my brother。我觉得，对，有时候呢，你就要知道什么朋友是可以交的。所以呢，小钟呢，绝对没有马国贤的好。我们前面没发生的事情，哎，从来没有发生过，就是已经坐到地板上的人，最后又把位置让给在座位上的人。其实，潘若迪，你刚才抢着坐，现在你要把位置让给张克凡坐了。请大家还是要支持小钟的新专辑。朋友吗？因为老师，老师可以弹一首《真心换绝情》。OK 啦，你有想到他会用这句话来当感言吗？因为我知道他的人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啦。对，那你说讨债潘若迪他会杀你？我如果真的讨债真的难过，那他这笔账会跟我算很久。克凡，我知道我们就是我们的交情有到啦。OK， 哎，那。毕竟怎么讲话有一点牧师的，可是克凡哥的表情看不出来，你们就对他脸僵掉，其实他脸这个游戏是残酷的嘛？是残酷是什么？残酷啊！天哪，你要挑战残酷呀？小钟自己在第一名，然后把一个朋友塞到地板上面去做，不是吃饭的，不是因为在能塞就塞啦。哎呦，你看。因为我真的，我本来真的第一名是要写 no no 的，但我觉得小钟跟我比较好，我就。恭喜在座位上的这六位，你们有可能成为今天的冠军，你就能够得到我们康熙小小的为大家加薪的心意哈。那坐在地面上各位没有要折损各位的意思，只是今天暂时没有办法加薪了。然后呢，因为怕你们的尊严还在这边，所以我们等下做行要让你们带着你们板凳坐到外面去。要坐外面。地面上六个人，请站起来拿你们板凳坐到外面去吧。啊。还是坐他。
经过第一轮的腥风血雨之后，现场我们将邀请到20位辛苦敲通告的工作人员来参与最终的投票。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！你刚刚应该赶快写，现在大家都知道最后一张。到底最后谁能获得 CP 值最高的头衔？赶快回到现场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今天呢是想要判断，如果我们要在年底付出点小小的心意，帮12位明星当中的某一位在来年加一点薪水的话，我们应该帮谁加薪水？可是为了这件小事情却伤害了大家的友谊。嗯，那到目前为止呢，就是你们的目的。点破了你。到目前为止呢，很高贵的坐在这边的六个人呢，就意味着他们把他们的六个朋友赶走了。那被赶走的人呢，现在就坐在我们的外面，坐在板凳上面。好坏先生，好惨哦。凡哥算了啦，凡哥没关系，我们陪你吃饭，我们陪你吃饭。潘老师，你大爷爽不了多久了。然后坐在，坐在这个位置已经感觉已经不错了。坐在这边的六位，我可不可以跟你们就是得奖了嘛？我可不可以跟你们商量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现在要。我们同时要欢迎一批人，可是欢迎那批人之后呢，我们要嘲笑另外一批人，所以我可不可以先介绍一批人，然后你们拍手欢迎他们，然后接下来说另外还有一批人，然后你们可以指着他们说哈哈哈哈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很不好吧？小钟应该没办法做到吧？小钟没有办法吗？因为他已经很伤他的朋友了。那我们就让小钟一个人做这件事。不要。小钟麻烦到我们旁边来了。我们不会做这种事了。不是，所以小钟。等一下呢，我介绍我们新加入摄影棚的这20位专业的通告负责的人员的时候，你会拍手欢迎他们，好不好？好好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现在一起来欢迎一共加入我们的有20位的负责各节目的通告人员，欢迎你们。在你的阴影之下被赶出了摄影棚，很冷清的坐在外面的板凳上面的，一共有6位你的同事，请。王彩华偷跑被抓包，当场出糗跌倒。当你们在替节目邀请这些艺人的时候，看着他们的酬劳，然后稍微这么贵啊，很明显就是我。而且你戴墨镜了。我肯定会麻烦你去跟反正族坐在一起。我5688来啊。这个是题目导向啊，就是让长官皱眉，他可能考虑不到这个艺人的能才华跟能力，他就是想到好贵好贵，很惨吗？你现在是不敢太开心？不是不是，怕得到报应呢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嘛，而且有些常发我通告，我都没办法去。好，所以今天想要让他们可以报复你一下的意思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如果给人家感官不好的话，就不要投。感官，就不要投我。你先说观感嘛，是不是？观感。底片，感官度。好，就是各位制作人员，你们觉得在座的那边板凳上的六个人，加上这边座位上的六个人，一共12个人当中，一定有人可以取代陈汉典的地位的，可以举手吗？哎，嗯。你没有料到我问这一题，对，没有料到。你今天是鸡精，你在吓，鼻子都红了。你今天是不是完全没想到？哎，有啊有啊，我有撕那个板子。你现在节目那么多，也不缺这个节目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就刚好就缺这个。哎，不用特别闹他了，就心里面真的觉得在座的12个人当中，其实是有人可以取代陈汉典的，然后会比陈汉典帮康熙加更多分的，请举手好吗？1、2、3，请举手。没有吗？哇，没有哎，这算是特别的，很好啊。他们都认同，无可取代的，对，他们都认同你，所以这算是好的。所以只有 S 跟我想要把你赶走。点歌很优秀了。好，陈汉典，等一下麻烦你帮我收选票。好的，好的。怎么听起来很惨啊？唯一的功能吗？好，二雪，我都问的第一个问题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当你们在替节目邀请这些艺人的时候，曾经有令你们的上司看着他们的酬劳，然后稍微皱了一下眉头，或者倒抽了一口气说：“哦，这么贵啊。”或者是哎，可不可以叫他便宜一点呢？曾经说过这句话的人，是他们这六个人，你对面的这六个人当中的哪一个人？曾经被你的长官叫，很明显就是我。我发现
竟然没不一定，因为他的长官可能会觉得彩华是铁效果，有些人便宜他们嫌贵啊。对啊，还有你的效果啊，哇，谢谢。哎，搞不好还有有的认为你便宜哎。啊，真的，总算讲出来了。刚刚我出的这题纯粹是出于揣测，可是是不是在公司里面是发生过这样的状况？上司的确会对某些的酬劳皱一下眉头或者叹一口气，所以是觉得不应该是这个价位的意思吧？就然后就会鼓励你们说，可不可以考虑去杀他的价钱一下？好，那请把这个人勾选出来。哇哦，你们可以勾两个人。好，我胃好痛。对面的六个人可以勾两个人，不会影响你跟对方的交情。啊，照顾自己的肚子了，我叫他拿下来。没事没事。在座的六个人当中呢，我等一下。计完票数之后，我就会从你们六个当中请出去三个人。三个，三个，太快了，好吧，是两个哦。OK， 我们要请出去的三个人是谁呢？很挤耶，很挤。你顾虑的点好奇怪哦，好平均啊。我一直在找没有王彩华的票，都找不到。啊？哇，怎么可能？出去了，王彩华一票，小钟一票。对，一定是有我们。王彩华一票 ，NONO 一票。王彩华一票，小钟一票。小珍一票 ，NONO 一票。这一票，这张没有王彩华了哈。这彩华姐，你要不要来一首 Bobby Bobby 啊？而到底是哪三位只能仰天长啸，拿着椅子带着悲伤离开呢？小钟一票 ，NONO 一票。这张也没有，要不要我给你裱起来做纪念？他现在没心情跟你开玩笑。没有，我告诉你，他刚刚真的不跟我笑哎。不是，不会，我很淡，因为我人生看得很淡，而且我非常淡。你刚刚没有很淡啊？你对我脸超臭，你脸都很臭，你怎么脸那么臭哎？彩华姐，我脸四点半赶高铁看海。好，我想要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，这一张没有你，没有我。小钟一票，潘若迪一票。哦，三位是谁啊？哇塞！好，刚才我们的唱票结果呢是彩华是冠军，一共有17票，然后第二名是潘若迪，一共有6票。刚好。然后第三名有两位，我这么便宜你还嫌贵？小珍跟小钟同票是5票。对呀。哎，你怎么戴墨镜啊？所以你刚才的预料是真的耶？是真的啊，因为我的费用其实在现在的节目来讲，其实他们会觉得有限，略高一点点。可是你当初自己的原则是不是就是以价质量？你不想要再上那么多节目？对，因为我会觉得说，有时候我上一节目，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个效，就是会讲太多，而且会就是一直重复在讲。如果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个效果，我宁可不去上这个节目，我不要去赚那个钱。了解。不然我会对不起所有的观众、制作人，还有电视台的长官、爸爸妈妈。所以我是很认真负责。辛苦了，王彩华去加入板凳族啊，好像是吗？啊，那我们大了，他好像来收会钱的嘞。哎呦呦，哎，我先弄那个修会姐会再痛啊，我好帮他准备胃药了，快点，你是来卖药的？他现在胃很痛啊，你可不可以赶快离场啊？胃药先吃啊，你要什么药？鹅肉，你要拿点鹅肉，68。你先讲，你讲，妈妈，那个谁啊？妈。麻烦你去跟板凳族坐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是哦，不是，跟他们坐一起。我5688来啊，那坐那边。好啦，所以板凳族高兴一点吧，天后过来陪你。天后加入了，对啊，所以感觉不一样了，感觉就是。板凳族，你现在可以心平气和了，因为潘若迪要过去陪你们坐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哎，我这么便宜，你们是不是对不对？现在我们有财富跟健康，没道理。我这这一趴把你弄过来没道理。为什么没道理？因为你不是好像，我觉得对不对？我这么便宜，我以为你保得住哎。不是不是，这一趴你第二个顺位才过来没道理，你应该第一个顺位就要过来。就是我没有做贵，才会第二个顺位过来。对 ，OK， 所以
刚才就跟板凳族坐一起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今天哦，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活动。他刚才不是说以价质量吗？他今天真的要赶高铁的，因为有商做底累了。我是很准时，时间就来，但是他一定要赶活动了啦，因为那个通告已经没办法满足他了。他好大条，那我们欢迎王彩华小姐。正向一点的选择方法好不好？所以对面还剩下四个人，然后这个当中如果你忍痛就是要把节目的预算拿一个钱出来，一点点的金额，说我最愿意帮这个人把酬劳往上加一些，我们会愿意从这四个人当中选谁？只可以选一个，直接选啦。哦，来，请勾选冠军的嘛，就是冠军的，就是冠军啊，对，直接勾出冠军，四选一，这很难加，因为有的已经很高了。因为想说什么，小钟自己觉得自己该涨些价，或东哥也觉得自己涨价，但制作当然不是这么想，这个也蛮 heavy 的，对啊，因为对小钟也许刚才是被认为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艺人，可是。通告负责的同学们，他们可能觉得他们想帮谁加一点钱，不会轮到小钟吧？对，长官的压力。小钟可能已经有那个价值。小钟，你觉得你有机会成为今天的冠军吗？我觉得不要低估自己。现在这个价钱再加上去，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也蛮好。因为你要存钱拍 MV 啊，对对，存钱拍 MV， 也谢谢大家的帮忙，真的是。好，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会成为今天的冠军，然后以后他来上康熙的时候，每一次的酬劳会比现在的酬劳增加小小的只有10%哦。那而且我们答应了这位来宾，就是明年他会来康熙至少10次哈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来看看20位专业的负责邀请艺人的制作人员的投票。四个人当中，他们所选择的人，第一票给的是小珍，哇！第二票给的是小珍，哇！第三票给的是小珍，小珍，你酬劳是有多低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我的酬劳算高了。你已经满意了吗？我满意了耶。所以不要把你划掉了。哎，其实也不是这样。有话好说嘛。好。接下来的一票是杨秀慧，下一票是杨秀慧，接下来一票是小钟一票，小珍一票 ，NONO 一票，小钟一票，杨秀慧一票，小钟一票，杨秀慧一票，小珍一票，小钟一票，杨秀慧一票。杨秀慧一票，小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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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票，谁啊？很接近的，你可以拍 MV 嘞！真的假的？我们恭喜20个人投票结果，第一名是小钟9票。你不会打算在下一支 MV 当中就裸露吧？应该不会，不会，暂时不会啊，暂时不会。不会不露，不是要拍写真，有点神之前啊，对，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了。小钟啊，今天来参加这个，有没有心里面忐忑，觉得万一评价不好怎么办？其实会担心，嗯，对，因为常常看这个，虽然是有时候节目效果，其实还蛮看重的。那些人我跟你讲，他们不看重才有鬼，真的，这个是其实他现在心情很矛盾，他很想高兴，可是又不敢表现出来。一则喜，一则忧。今天最看重的应该是柯凡哥啊，因为他看到你的友情啊。对啊，心都凉了。我跟他是没话讲的，真的啦，真的。要一枪啦，会其他事，几个吃饭没问题啦，这一定要的。那个。我想麻烦另外三位没有当冠军的人，我们做一件事情好不好？嗯，
我们就去那边坐吧，把小钟一个人孤独的留在这里，好吗？不要不要，走啊，没关系，来，阿姨阿姨，我们要拿包包嘛，去赶高铁，高铁去哪？好，现在呢，演艺圈的各位明星很融洽的聚集在我们的板凳区，大家都脸上笑嘻嘻的，然后小钟一个人站在山顶，祝福你哦。恭喜小钟先踏着朋友们的头顶爬到了山的顶峰哦！恭喜小钟，谢谢，谢谢。